无休止的赢马人生。一代殿堂级女星伊丽莎白泰莱是我的偶像，为了纪念她，我都要做一个红遍世界的传奇女星。好似玉婆咁传奇啊，先决条件系要靓喎。而你，我唔靓咩？咧，今日最靓系你啦，因为得个宠得佢一个女人啫嘛。啱听，既然我咁靓，做男士嘅你应该就要攞出你嘅风度，帮我讲咗星期三晚嘅赛事重点。唔该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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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叶楚航近期在快活谷表现出色，上次更加四喜临门，今次参战马之中，可爱人生今季从未甩过三甲，而且还拿到三次冠军。翻查以往纪录，叶楚航在快活谷的赛区好开有条路，更加可以连场数虎，经常会出现三节或者是四节马。嚟紧星期三，不知道可爱人生可不可以继续有好表现呢？我要和我偶像伊丽莎白泰莱咁做一个红遍世界的传奇女星。喂，孙啊，你好似佢咁传奇咧，除咗要好似佢咁靓之外咧，仲要有脑啦，兼且有代表作噶，人哋系奥斯卡影后嚟噶，你知冇？我知啊，我不嬲都有脑噶啦。如果唔系，边个预备呢一份星期三晚嘅猛料啊？练马师方家柏一向都喺快活谷夜赛有好表现。嚟紧星期三晚，佢成手恶马列阵，除咗火鸟定同青翠利落呢啲牌面马之外，仲有表现准成嘅私家路同心路齐齐上阵，大家真系要多多留意啊！大家好，我系 Norena， 今集象马美人关，我会介绍河梁马房嘅阉尖大少，究竟佢个名系点嚟嘅咧？好多马主喺改马名嗰阵都会加翻个人嘅元素入去，希望见马如见人。就好似阉尖大少马主钟国文咁，因为佢啲朋友都认为佢性格阉尖，所以就将马名命名为阉尖大少。等人一听到赛区个名就会谂起佢。讲开阉尖大少，嚟紧星期三晚佢会首次征程跑四班千百米赛事，希望佢可以有好成绩咧。我又有样又有脑，应该可以继承我偶像伊丽莎白泰莱一代传奇女星嘅衣钵噶啦。查实我都佩服你的志气嘅，不过做到玉婆咁传奇咧，有个终极目标你一定做唔到嘅。终极目标即系咩啊？嫁八次。吓？唔得噶你，边个半嫁你啊？嫁四次。我谂下谂下，都系决定翻去做星期三晚赛事啲功课，做翻一个平平凡凡嘅 R.E. 女主持。拜拜。乜你咁冇大志啊？唉，玉婆啊！